年轻人特别敢打啊，敢打。应该说中国队怎样从开场，因为就知道王哲林在上场在内线体现了非常大的强统治力，我觉得这场比赛开局大王在内线的进步和这种积极性很高。哦，张镇麟来了，这是我们很期待的一位球员啊。这个刘伟指导刚才也在到现场之后说，哎呀，这个球员确实给你留下了一些印象是吧。在反而等失误一个球以后，他们慢慢注意以后，这种球就会出现很少这样的失误。所以说要提醒每个队员，就每分钟都要注意，对，每秒钟。澳洲队这边的防守位置还是比较高，反跑漂亮。翟小川的空手能力真的是非常强。现在中国队的锋线。年轻人特别敢打啊，敢打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加西王哲林一打一的机会，往低位走，上线加出手，走步违例。中国队没有选择最后的这种犯规啊，还是两个人上去加急防守，最后很惊险的把这个球防住了。这样呢，在最后时间到的情况下。